跟左美爱同哪个爱呀？爱眼那爱。德云社走了多少师兄弟了？哪个出去不骂栾云平啊？一个骂行，两个骂就是事儿，三个骂就是确认了。德云社好多那个黑粉号都是栾云平写的。疯了。他就是德云社最大的黑粉头子，他花钱写的营销号。你先等一会儿啊，咱把这事儿掰扯清楚了，后边的事儿咱们再找吧，好吗？咱们先说这爱徒的爱，爱眼爱事儿的爱。哦，不是那喜爱的爱。您不信，您问问走的那帮人怎么说他，都烦他，都烦，跟我师傅没关系。